无语东南车，朋友们好啊！今天是2019年12月28日，我们闲话少叙啊，书接上文。项羽和这个吴楚之间呢，是算是嫡亲的关系，和楚羽是嫡亲，和这个吴羽呢，算是表亲。这个楚羽和吴羽曾被看作是同一种方言，而且就叫吴楚。这也不奇怪，吴与楚都是荆蛮嘛。再说，越灭吴，楚灭越，他们也曾统一过，所以这个古代的楚语、吴语是比较接近的。直到现在，项羽和吴语还有不少的相近之处，比如吃饭的"吃"便都念作恰当的"恰"，恰啊，只不过呢声调不一样，也就是这个腔同。调不同，父亲呢叫爷，读这个牙也一样啊。从这些这个蛛丝马迹来看啊，吴楚之间的关系啊，在历史上很可能是非同一般。事实上，直到隋唐，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是一种大的方言。陆法言说过啊，吴楚则时，商清浅，燕赵则多，商重浊。陆德明说过呀，方言差别故自不同，河北江南最为具异。或师在福清，或至于沉着。他说的河北啊，就是燕赵；江南便是吴楚。颜之推也说过，南方那水土柔和，所以啊，说话声音轻而切；北方山水深厚，所以说话音浊而钝。可见吴楚之同。远大于南北之同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。要是他们就这么联起手来，南方的方言可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。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，这把刀就是江西的赣语。顾名思义。赣语，也就是说江西话嘛，啊，不过说赣语就是说江西话，就和说湘语就是说湖南话一样，并不准确，因为湖南人并不都说湘语，还有说北方话啊，比如这个西南官话和客家官话，江西人也并不都说赣语，还有说这个北方话。江淮官话和客家话，西南官话、江淮官话和客家方言，这么一挤兑，湘语和赣语啊，就很可怜，连自己一省的地盘都守不住。但要说这个湘语主要在湖南，赣语主要在江西，也不算是错吧。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就叫做吴头楚尾，春秋时期是吴、越、楚三国的交界之处，汉代又介乎于荆州、扬州之间，是个三不管的空子，楚不管，吴不管，越也不管。结果古代的时候啊，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儿。不三不四，不明不白吧？
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杨雄都弄不清楚，只好留下一片空白。也可能是那个时候人烟稀少，语言方面根本就是乏善可陈。其实直到现在啊，赣语的特征还是不那么十分明显，而且来历不明，就像江西菜一样，不南不北，不东不西，没有什么特色。是空子嘛，就有人钻。啊，西晋末年的八王混乱，五胡乱华，匈奴、鲜卑、羯、狄、羌啊，都杀过来，又杀过去。中原地区啊也很不安定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。东晋末年，战乱则更加加剧，中原的汉人就开始大规模的往南跑，有的便跑到了江西。唐末和宋末呀，中原汉人又多次大批的南迁，这一次跑的就比较远了，跨黄河，过长江，越淮河，渡赣水，一直跑到广东、福建，跑到了后来成为客家方言地区的地方。这些南迁的汉人都要经过江西，江西就像是一个中转站。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京九铁路啊，即便是逃难的也走不快，也有走不动的，就干脆留下来了。就不管是过路的还是留下来的，也都要把当时中原的方言带到这里。赣中赣北人说话原本就是既不如吴人的清楚，又不如楚人的清楚，所以有些不清不楚。现在再让北方官话这么接二连三的一搅和，就更加的不三不四了。结果赣语就成了非吴、非楚、非中原的怪话。事实上赣语的特征也可能是最不明显、最不突出的，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，北部接近江淮方言，西部和湘语是拉拉扯扯，东部又和闽语啊沾沾连连、黏黏糊糊啊，疆域从来就没有弄清过，所以赣语的语音也是怪怪的，浊音都变成了清音，这和普通话一样，但普通话中的浊音变清音是平声气啊，是这个平声送气，色声不送气。赣语却一律送气，又和客家话是一样。长沙人啊，这个蓝色的蓝和这个男女的男不分，泥巴的泥和这个犁地的犁却分得很清楚。南昌人啊也一样。武汉人呢喜欢用这个道这个虚词，意思是相当于浊啊，南昌人啊也这么说。坐倒就是坐着啊，站倒就是站着啊，成都人也说倒，比如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啊，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。这里的这个倒就是了的意思，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，而说坐起站起啊，你坐起吗，你站起吗啊。同样武汉人也不说也不说这个拿一本书倒啊啊，拿一本书倒我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拿一本书给我，而说拿一本书把我啊，就是说拿一本书给我，他说是拿一本书把我啊。只有在赣语中这个倒
才有着遮的啊意思，又有给的意思。干羽啊，明摆着是个混血儿，所以啊，他也是一个奇迹。在这个吴语、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、朝不保夕的情况下，他居然能作为一种新的方言，在夹缝中成长起来，还这个赢得了和吴、湘、闽、粤平起平坐的地位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了。江西这个地方先前可没有这么得意过，然而这样一来啊，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。吴楚之间的联系本来就很松散，干羽一刀插进来啊，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。中唐以后啊，大批的移民从中原经赣北、赣中向赣南挺进，这个口子也就越来越大。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，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了东南一隅，除了这个驻台湾和海南岛上啊，跳过来跳过去啊，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